用安静的方法。耶稣，你的同在给我们力量，你的同在给我们力量。那不用说 Amen， 因为我不要你分心，就想着耶稣，耶稣给我们力量，看到你的恩典，我们就享受你的恩典，从你的恩典得力。当我们想到你的恩典，就有力量。主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圣经上告诉我，耶稣，你很乐意帮助我的，你很愿意帮助我的，你陪伴我的，你与我同在的，感谢天父，我必定有力量，因为神有力量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你看着我们就加力量给我们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。